生最近来做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天毕生公益连锁提供的节目，连收音之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的播出。咱专线吼，那要听会到，咱会当下载台湾收音机啦吼，啊，就是最方便的吼。啊，咱若是讲伫咱的频率发射范围听会到，咱当然是要听东江的啦吼。那咱的朋友如果若是讲东江呢，咱无时间，咱对 YouTube 咪来得入面，还是讲慈天一个好什么？气就是为咱日常生活当中来培养的吼，并唔是讲你要爱有气质，啉汽水就有啦吼。所以呢，气质是由我们的生活当中全部，在你讲话、思维，然后一个动作，它都看出你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咱在咱的内在内底有安定，然后听你讲话，哦，在娱乐之中的生活起居，然后，那讲这个人有糟精，然后，嗯，你看，都跟他行尸走肉，哦，安尼空壳的，有心无灵魂的，足侪，然后。提菜刀，锤菜刀，压缩洗，锤刀，锤缩洗的足多，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患了这样的毛病？嗯，等一等再来谈咯。咱先来听一段，咱的道亲周师姐所点播的吼，《解冤咒》。师姐，你好像在讲我呢。啊，我真正提锁匙咧，夹锁匙啊，搁咧找锁匙。提物件提伫个手诶吼，啊明明都提伫手诶，啊搁咧找物件，找到安尼变变叫安尼。我到底是什么毛病啊？哦，啊人讲吼，啥物咧食迄落提神醒脑诶啦吼，食脑诶吼，看食脑补脑诶，答案我嘛食。啊，食食嘛是同款咧，记忆拢无去安尼。有时啊吼，一台车驶咧伫咧飞啦。啊，我就想要来创啥？啊，一台车驶咧，它怎啊无目无敌安尼？直直飞，直直飞，在那边一直绕，绕不到。你要到底要去干什么？因为想不起来。啊，连猛讲梅山师姐，感情真有灵光病。啊，这就是灵光病啊！咱人呢，
身躯一身的做主吼，是伫你的思维，思维就是灵内底面所谓灵界嘛。一个人先啊讲出世的聪明，一个人先啊出世的鲁钝，鲁钝吼。一个人出世先啊有人缘，一个人出世先啊无人缘吼。有的人是八面玲珑啦吼，站在台上哦，辩才无碍啦吼。有的人是徛上台一开口，啊就烧成蛋石头。人生呢，一样生百款人，然后，但是呢，无同款的结局，咱写剧本嘛，拢无同款。那么剧本它早就有编排吗？一半然后，一半因一半果。既然是一半因一半果，有因才会有果。这世人咱修的灵格，就会成为下辈子你优良的灵魂呐、啊，下辈子优良的。所有的一切，它都是你这一辈子的储存，你的能量。啊，咱这世人跟你说唔蛮修，有诶讲哦，对了，师兄甲应讲安怎？嗯，这世人哦，我就想讲无爱来啊，做人足艰苦的咧。但是，咱到底有偌济人有迄个资格讲无爱来？包括出家人，出家人啦，一个想法唔对。你讲伊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迄种极乐涅槃，嘛无几个出家人会当去到极乐涅槃呢？唔是干那一般人讲吼，啊来叫师傅来念几簿啊经，因为就甲你养你去西方极乐涅槃的所在，极静的极乐。我甲澳镜头算啊，无几个有够格啦，好去到涅槃极乐。那么呢，咱即马咧道教咧讲长乐界啦吼，就是咧讲太清贤救苦天尊所接引的中生六界，那就是一个往生的好去处。他会去在那边，很快又到人间来了。你讲无啦，这世间都遮艰苦，为什么咱也要过来？神，伊无肉体，所以伊爱需要人来甲伊配合。咱讲林默娘。伊有真济法力啊，但是伊要救因老爸甲救因阿兄，伫个水底，伊无用膝盖的方式跳落去海，肉体下步，伊个灵在当显现到伊个啥，显现到伊个能力啊，伊个神力啊，伊才有法度去救苦啊，救难啊。啊，但是他在人间的时候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牺牲掉，他才有。这样的无形的灵力来救助啊！但是当咱的天上星没有成为天飞天后了后呢，伊要来这个世间救世，那么伊要先找啥？爱先找到一个天时地利足好的所在，足灵气足好的所在，伊还佫找到一个足好的供主，找到一个足好的主持，找到一个足好的机身，伊才有法度呢，伫这个宪法用在这个人世间呢。啊！伊要找的人才，敢毋是你正式地人准备好啊吗？你已经准备好了，吼、哦，人已经训练好好啊，只是阁换一个人壳躯壳过来世间，过来转世。啊，雄雄阁去看到妈祖婆，哎呀，目屎湿淋水啊！为什么？我为什么看到妈祖婆会哭？我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因为你曾经有发过愿呐、啊，啊，成愿再来，你要来做妈祖婆的护法。为了做妈祖婆的代言人，你必须还要在人间呢吼，爱过来出世。啊，你来世间出世是妈祖婆要爱机体啊。伊妈祖婆神威灵感爱透过你的嘴来教化众生，爱透过你的法，你才有法度去救人嘛。咱讲惊着煞着吼，不管讲你是要用庐山派的啦，嘛是着爱用这个法师啊，啊无你法师要哪顺？啊！你讲李善法主真牛啦，但真古嘛俩要真牛。你敢免迄个法师吗？法师牙的吗？啊！你这法师就是人嘛？人为三才之一，就是咧配合天顶的神圣来咧做人间的这所有的工课。你讲官地，伊有五德，官地呢本身的义不分天，伊敢免去找一个足驾手的？第一人非乱嘛，第二项。伫天顶所有的这些护法护道来到人间，为所用嘛。伊要讲的话，就为这个乱笔落来，然后甲记录，
记录伫个册内底。要无你讲官地，你都查克个，你当雕个嘛？啊，无你开嘴啊，换你开嘴来讲话哦，众生听，敢有可能？无可能啊！伊爱透过代言人，透过机，透过乱笔，伊才有法度把这圣意来传达。啊，你讲咱有特别的体质，为什么摕菜刀找菜刀，拿锁匙找锁匙？因为咱的灵，你无爱插伊呢，伊家己就主动爱安怎？主动把咱的肉体甲放咧啊！放咧，我爱去找主啊！我爱去找我要修的所在。啊，你肉体既然唔精进啊，我就无可能陪你啊！安尼呢，咱的灵这条灵柱拿出去啊，那你就是有心无灵魂啊！啊，你讲我食啥物补脑药啊无效，我叫医生看无效，这就叫做灵光病。啊，那灵光病，你要找回你的健康呢？除了你挖位庙堂之外，庙里道场之外，你去找着你的真灵正主。也若无机会渺茫呢？哎，让我们的文殊师利菩萨，甲咱所有孙兄师姐加灵慧啦吼。很好听哦，文殊师利菩萨，其实没想啊吼，人讲灵主很殊了吼，你都是要找到你的频率，再到波，然后你才有法度条码印证了吼。所以你咧办呢，你的主是虾米人？那么上天安排啊，还是你这条灵累世？种吊带灵，你的吊带是伫啥物吊带来出世？你是属于倒一个？那么你今嘛来这个世间的行功立德，你这条灵柱你该爱清清楚楚啦。吼、哦，啊世间无迄个讲吼，啊因甲果唔免行的啦。哦，讲赖皮啊吼、哦，有个人讲哦，我都咧替神办事咧，我若会破病，啊这神就足无能力的呀，歹势吼，神。伊嘛是甲你讲哦，该爱行的你嘛是爱行，该爱修的你嘛是爱修，因为这是你累世所为业果。在做机身的破病无会啊，做机身的开刀无会啊。那么，咱讲做神的代言人，为什么我那会开刀？啊，有个人甚至于血修阁无断，到底是安怎？真正你若功成过半的时阵哦，血修免断啦。因为你是要等去天顶享受的，你也不是要用钢卡撑的，他就爱食遐久的，创啥？食遐久，啊，再来都要病甲你折磨。吼、哦，啊，咱人工本来足自在的，啊，足精工的，啊，食老啊，当个无头神，啊，愈磨愈磨，灵价愈低，啊，愈磨灵价愈低，到尾啊，迄个时阵你去要翘起的时阵，我跟你讲，你什么都没有，因为你头前面修的迄段，甲后边你记无掉嘛，因为你的灵光涣散啊。哦、咱家的灵光涣散，咱的灵源已经无去的时阵，那么就荡到谷底了，从头再来嘛。啊，大家都嘛要保持最佳状况，所以咱讲做电影的，不管是做主角也好，你都要见好就收。你若唔见好就收，等好你已经袂青啊，无红的时阵哦，你在荧光幕上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跟你讲。咱人对你的印象是伫最后迄个印象啊，吼、哦，唔是伫咧当请影迄个印象。李连杰有请影无？有啊，但是伊即马带着这个病苦，你说现在他能够在荧幕上再发挥吗？不可能。但是咱呼伊的吼、哦、是赞叹，但是后壁看到的是伊身体折磨甲悲哀吗？
所以人吼，你来看神拢未活介久啦，吼、哦。那妈祖婆伊嘛是见好就收啊！我来照这个世间，我该学拢学啊。所以咱道教上界会当代表女神呐、啊，有来世间出世的，就是林默娘，咱的天上圣庙，伊是大孝，有雕地有历史的，包括伊的故乡伫地里，还阁会当去看会到。这就是叫做啥？1557年，离咱较近嘛。你个想，我们还可以去悬梁港哦，去看伊个房间，去看伊较早做事。伊就是真正，咱讲得道教得道的女神呐，嘛是叫做咱讲六榜天上圣庙元君，天上圣庙元君。咱即个所谓元君呐、啊，多是不会很长的寿命，所以讲伊伫适当的时机啦吼，牺牲伊个肉体，伊唔叫我多回生啊。哦，伊选择九月初九来回生，咱即马有天上星无好拜呢。哎呀，一直拢活咧，活到做阿婆啊时阵哦，啊灵光拢退了了啊，啊伊无阿多专灵拔得回生的时阵，能量最好的时候，他没有回生的话，那林默娘这一辈子还是变成一个，人讲坊间所说的阿婆而已啊，伊要那成仙之道，无可能嘛。啊，成仙之道的真人啊。他都年纪轻轻的，他就成道了，他就是上面的真人了，哦、已经在天顶了。啊，咱人是求长寿，要求哦，啊呢，辛苦都下夜嘛，是要搁求医生，搁求搁拖几年也嘛好。我们就是眷恋这个人生，眷恋的这一个哈、哦、残命生命，残缺不全的生命，一直在眷恋。啊，你一直眷恋哦，啊，你就把你的啥灵根、胎根拢拖了了啊。拖到最后，什么拢无啊？时阵呢？那你说你要去哪里？啊，当然你无处所去嘛。咱要去的是功德力，甲你的灵光上盖好。你肉体下步去下，你知影讲，我肯定，我一定要去哪里？还是你发愿要道家慈航嘛？我发愿要搁倒家诸盘，搁倒转来，我要过来做世间人的代志。那你的坚决这种愿力，你马上去，马上就回来了。49天就马上过投胎啊！投胎来到位，你想要去的地方，那你的灵就是非常干净。哎、欸，你所接受的细汉都跟人无同款，伊的体质无同款，伊的想法无同款，伊的思维无同款，伊的 EQ 无同款。这就是上天最最最好的安排。才知道空等一世人，原来人是活到这么无价值，是因为无价值的对，因为你不懂得怎么叫做修行，那你的价值观就没去了，你的价值观没有的话，你想呢，
咱的人敢是烧烧的尔，看要甲野球啊，还是要去甲用红啊甲短短的安尼尔？谁记得你啊？人若无在这个世间眷恋一个真正的被人怀念的地方，男人囝都三五天都甲你放袂记哩啊，啊，三两年都袂记哩啊，连你的形影甲声音都甲你放袂记哩啊，何况呢吼，佮世间人要甲你记嘞，那是不可能的事啊吼。来，咱昨天必胜宫的宫址是伫婚姻观大陂乡三吉村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我娘讲吼，玲仔囝，你还佫有十年的时间，互你发挥啦、讲道啦、吼、演法啦、吼，啊，你也甲你捌的吼，赶紧传承啦、吼，还给你十年的时间呐，最精华的十年的时间，所以你会觉得我讲话很快，我很急呀、啊。咱讲纵观人间万千有形事物的生成，来自于无形的能量，有甲无，有无，那是大道本体所呈现的两面啦。处理同一项的代志，有时困难，有时容易啦，这叫做两面事啊！吼，你没有弄懂之前是困难，当哈你捌来时阵，你就感觉哎呦，遐无啥。所以人公婆，较早人讲公婆唔得三个钱啦，唔讲你也想三年呀，这就是啥？讲处理同一个代志，有困难的一面，佮有容易的一面呐。在你没有弄懂之前是困难，在你弄懂了之后就容易了。为什么？因为足济代志本来是足容易的呀、啊，因为咱袂当用心提出迄个智慧来处理呀、啊，所以咱就把代志处理佮无啥啥。所以有的人讲，梅香师姐平常时我唔捌看你咧讲话，我讲话是要讲给什么人听？啊，你叫我平常时伫遐咧讲遐什么东家长西家短啦、啊、吼，啊，你讲到什么人安怎？那个我也甘愿包容难熬，我不想讲话。所以平常时叫我讲话的时间，我看对人了，做对事了，我会讲话，我会滔滔不绝的讲。你不听我讲还不行。但是我不想讲的话，就是我不值得我讲的话，那我就是不会讲话了。迄阵啊，都会到啊。所以咱有足侪代志本来是容易的嘛，是因为咱袂当用心提出智慧来处理啊。所以咱变成讲啊，困难哦、喔，事物的长短无一个准则难以分辨嘛。但是长必然是由短所决定的嘛，而且长短各有功能嘛。哦，咱必要爱去善用啊，数量会当达到迄个功高下无定论啊，事物高下互相比较嘛，且高且高下而各有其用嘛，所以咱善用高下的好处，莫用高下的歹处，自可成为事功嘛。就咱咧讲话共同款嘛，声调共款嘛，你对这个人咧发声是柔软的，那么就是无缘嘛。老母在疼孩子，伊在讲话是柔软的，是柔和的，他的音调呢，吼、哦，调频呢会接收，声后的余音呢，然后这个声音是一体两面的，是互相应合的，是调整妥当的，表达才会当有够和谐，有够完美。你敢有看到母牛落来呢？吼、哦，啊大声嚷嚎无啊？伊足慈悲的啊，足温暖的啊。哦，望着你的胸口啊，哦，你会让你感受那一种电流啦。啊，如果妈妈讲话气急败坏，那个孩子还没有开口讲原因，妈妈就劈头就骂，就骂到那个孩子狗血淋头的时候，那么这个老母就失去自卑，也失去理智啊。人只要叨讲恁囝安怎，也无爱去问看讲恁囝是安怎，今日伊太安呢？你原因不找出来，就劈头就骂。阿拜恁囝讲白贼无？会啊！看到老母都敢那要爱看好的一面尔，我只有得讲白贼啦。所以他会隐藏不好的事，不让你知道，他才不会被挨骂。当你知道后面的后果的时候，你才知道讲恁囝歹是因为被霸凌了，因为他要反抗。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受多少苦的时候，你一直干骂，一直干骂，安尼你个想，这个囡仔该不会变安怎？自闭的孩子，他就。心灵不健康了，为什么不健康？
因为伊讲的话，老母无相信嘛，老爸无相信嘛，相信别人嘛。那我就一直讲白贼啊，我就一直暗砍嘛。所以讲互相应合调整，发声。所以咱常讲音声响动欲轮转嘛，发声的波源，波源的音频，它是柔和的。啊，今日你若是一个好妈妈，你会安怎？你也讲来，你说你有多少委屈，你讲出来，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要知道，到底你为什么会这样？你给孩子一个申诉的机会嘛？你都没有给孩子申诉的机会，不好好的听他讲话，他还能够怎么样信任你？连自己生他养他的妈妈、爸爸都不信任他了，他的朋友他当然不信任，要不然在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哪，一个很孤僻的人，他也不想跟人家。哦、去好好的讲话谈一谈，他会孤僻。孩子是你一手给他栽培的，你栽培到这个孩子出社会是个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孩子，错是在谁？不是学校，不是国家社会，是老爸老母，他不愿意倾听孩子的心声，一味的只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的孩子。你没有让孩子申诉的机会，你的孩子认为他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真正愿意听他说话的父母亲，他会对立啊。所以咱讲前面跟后面，哦，咱各有不同的立场嘛。但是咱来互相，哦，各安其位嘛，咱唔才会当和平相处。每一件代志拢是对立的，但是到尾拢是融合的。为什么？咱即马国家讲做这个代志，你感觉唔对的，但是是对立的。但到几年后，你产生一个融合的时阵呢？你就会取了，各取优缺嘛。啊，既然是各取优缺，对你可能了解无同，了解了后，你会提醒你家己啊，事情的变化有所应变。融合了，了解相同的处，你就知影讲相辅相成的结合嘛，有所阻力啊。当处于相同的时阵，应用伫这个啥？应用的地中和中之道嘛，一生心相待，你的处于无同款，应用下这句以尊重为上嘛。咱俩讲恕，愿意原谅别人、宽恕别人，这个恕字就是下之道嘛，以尊重为上，知道同而异，异而同的道理，那么就要当顺利行事。必靠超越对胎儿达到真神秘的至神地吗？呀啊！呀啊！所以母娘说要把你能的、会的，要全部给后学，然后要交给后学。是一圣人处不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吗？所以圣人以无为的方式处理代志，推行实际，吼、哦，能够实际不着言相的教化。啊、所以讲圣人就咧讲啥，伊会当体悟宇宙的真相，了解天道运行的规则，而且也当依从天道的轨迹行事的真人嘛。那么男将叫真人，女将叫元君呐、啊。伊咧处理代志的方式是无为。所谓的无为，并非什么事都不想做叫无为，不是，他不是无，他无为是因为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伊唔是为着伊家己的利益，所以叫做无为嘛。什么事都不做，唔是安尼，无利益你都不爱做，唔是安尼。咱该为吼、哦，不该为则不去为嘛，该想爱想嘛，不该想的就莫去想。咱卖去执着，嘛无爱有梦想，一切咱以这个实际需要做出合理的行为，所以咱常咧讲合道嘛。你做出了合理的行为，你就合道，一达到完美的事功嘛。圣人施行教化的方式是不言。为什么讲圣人不言？所谓的不言，并非不说话，而是着重于实际上的潜移默化，该言则言嘛。该灵不识人呐、啊，该不言则不言。该灵，人讲灾灵不识人呐、啊，不言是甲咱讲，唔通着重于言行的标签，而是重视言行的实际。
你讲出来迄个言行的实际，你要教人啊，这个方式，人有法度做会到无？这个就是讲，咱是安怎讲？咱是一个神圣的代言人呐、啊。那么你施行教化的时阵呢，所有的你会当讲的，甲未当讲的，这个神圣做未到，你也未使讲。重视言行实际，这个实际就是讲，你今仔日所遇到的问题，实际会当替你处理的，那么再跟你讲才有效。所以一切以灵达以教化，使人人本灵能脱离轮回嘛，回归涅槃自性。啊，你若无讲去自性地位依归啦，那么圣人呢，学天之道，大公无私的精神，犹如大道行足。满本嘛，却不是心劳；虽是机心，却不计；虽然成就一切作为，却不以持其功啊！虽然功成名就嘛，却不自居其功。Yeah. 啊，如今呢，现以咱的眼前的满本。拢是大道将无道有啊！经过长劫的生灭变化，历经千辛万苦，不是辛劳吗？才有今日的缤纷世界。但大道生育万物，将来不减己有啊！所以咱讲牛咧犁田啊，是世人拢咧犁田，但是无甲一枯田是牛下嘛？经历千辛万苦，不是辛劳，才有今日这个人讲花花吼缤纷的世界。但是大道生育万物，将来不占己有嘛，将没有重持其功。虽然成就如此伟大的功德，将来也不记其功，这就是大道的精神嘛。圣人智慧高超，真灵观照，大道的精神。为独灵如大道同款，则能超然物外，真灵解脱。不为名利所苦，不为贪欲所喜，不为红尘所染，不为情事所困。今日咱将老子所传经典中看到老成的宗旨，在清净无为。唯有能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大道，认真修行，才会当善用万物而不被羁绊，自由自在，消脱逍遥于人间呐。啊，进一个广告啊，吼。此人必生功呢吼，有人说甘蔗香品香香款塑茶贡瓦小盘香普灵灯虫草王山高宝金钙力蜂胶牙膏合力美吼、哦、啊，今嘛呢，咱有这个吼啊，咱讲美多千的吼，美多千的益生菌啊，您可以吃看看。好、哦，咱啊感觉讲囤积伫咱的内部垃圾。哦，感觉讲伫肠啊内底爱几啊工啦吼，有个人讲我呢。上班足紧张诶，吼、哦、啊！去便所拢爱顾足久，啊顾无啊几啊工啊，咱就囤积很多，吼、哦，这个垃圾在里面，宿便也会产生啊，咱后边吼会拄到一挂后遗症啦，吼、哦、啊，所以讲美多千呢，益生菌，益生菌内底有六种诶菌啊，所以互咱食吼，伊、哦、就会感觉喏，会感觉讲哎排泄很正常，吼、哦，安尼呢，咱就会感觉喏排。有那种吼、哦、排掉的那一种舒服的感觉，然后过来就袂好咱安尼哦，油烫烫哦，那面吼、哦，啊，加咱的身躯拢卡一点油啊，那油烫烫。咱人啊，足爱食迄个甜的物件啦，爱食鸡排啦，爱食什么排啦吼、哦。这个你最好是吼、哦、益生菌，哎，对着食，然后安尼呢，对你较有保障啦吼，较袂生头发尾啦吼。以上这嘛算功德吼。哦啊，咱今嘛吼有一个大特惠，就是买二送一呀吼，买两盒送一盒无。吼，啊，咱焦点叶黄素哦，过目睭啦吼，目睭呢加减啊个食，这是纯植物诶萃取诶。吼，安尼呢吼，咱咧食，
你就感觉哦，小仔鱼啊，较早连看都看无的，即马咧看看较会清楚。那你就甲食看卖，焦点叶黄素。啊，你呐，吼、哦，咱讲吼，美多千吼，迄、哦那个益生菌，啊，你买含即个吼、哦、焦点蓝的，看你要焦点两盒，吼、哦，益生菌一盒，还是要焦点吼、哦、一盒益生菌两盒，拢会使搭配啦，吼、哦，拢会使搭配。这个都是日常，你顾你的目睭啦，甲顾你的肠胃啦，吼、哦，都会很好。啊，你若食了胀气的时阵吼、哦，你即个益生菌甲加一包啊落去，甲配。温开水，好、哦、配差不多200cc 的温开水，你足紧的吼，伊迄个胀气就无去啊，啊胀气无去啊，啊就会互你安怎？有个人吼、哦，尿尿食就啊甜嘞吼，都咧一切啊酸啊，啊你甲食，好、哦、咱的益生菌，啊当真的很棒，好、哦、会互咱安尼，黏咪就消除这个问题啊啦吼，胀、哦、气的问题，好、哦、啊这呢，梅香呢甲咱推荐做一个好、哦、代言，你相信？试试看，会可以哈、哦、啊，解决你很多天才排一次的宿便，会有很好的感觉的哈。以上这种算功德了哈。进宫格，十天必生宫，为咱开辟这个节目已经是21年了吼。那咱对8点讲到10点，那今嘛呢对9点讲到10点这段时间，没想呢吼，人讲年会嘛有啊，然后嘛希望讲有一个传承的接班，然后啊即个吼，咱讲囡仔囝，若有想要学，有想要学，然后。等下，慈天必生公学一挂哦，咱会当替母效劳，替先生效劳，替妈祖婆效劳。会当呢，甲咱的菩萨，甲咱这个啥灵台印证，条码找也好，条码若找也好，自然呢吼、哦，咱即马拢用条码，过来就用咱的印信，就是咧讲了，找到咱的元灵主公呢吼、哦，这个时阵，迄、那个时阵，你要甲印证条码，马上就咔。你是谁你就很清楚了啦吼，你是对多一个雕带来的，你是多一雕灵，你是谁你要搞清楚你是谁，那么你就知道你的主公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会应化在这个人间，跟你共同来共立三者，一个开工，一个来做有形的，一个来做无形的，你就会很清楚啦吼。所以必生公所提供的香品啦吼，香油款素茶贡柏、小盘香、普灵灯，或者是金盖力蜂胶牙膏，也是每项物介绍过虫草王。咱就是要予咱的道亲食，食了会予咱的身体安怎愈来愈好。用会当予咱用到咱的喙齿愈来愈无毛病啦吼。点香呢，那个有烧香都有保庇，那么有烧香都有功德。那么咱甲这个所有这广告来缩短，
最主要就是要加讲一寡道理啦吼。每双爱的一点啊经费的赞助，不管你甲咱参与啦吼，啊，咱的花费也好啦吼，或者是讲你有咧叫香啦，你拢有咧护道啦，你有咧参加红道印经会啦，都是帮助慈天毕生宫把所有的文化教育提升提格啦吼。咱这个灵格要提升，功格就对咧提升嘛。啊，这个功格呢，就是要大家做伙来做。因为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才会当我咱慈天毕生宫的教育成为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你要道学，我就和道学的老师来教；你要爱什么款的资讯，我就请最好的老师来培养慈天毕生宫的这人才啦吼。啊，我们每一个人有缘，你都可以来同道同修了吼。经济是不牛的劲的，道祖的劲的，性命的劲的。那么每项呢，是尽心尽力的办道呢吼，所以能够把多元化的道传承了吼，这是我的责任啦，因为我是领文宣记啦吼，文宣的啊，所以我就要把文宣做好啊，领办事记的工作呢，咱就拿来拿交代给遐少年的吼去办啦吼，那每项呢退居幕后啦吼，会当加减啊培养一挂人才啦吼，来以上是慈天毕生宫的广告。有没有接收到祝福？有接受到祝福无？因为7月12日是咱雷山老母的圣寿报诞，7月15日是咱三官礼品，然后礼品下嘴天官。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求忏悔？什么样的方式来求？就是你讲7月15日，咱的地官改业下嘴消灾。那咱这个时阵呢，咱向咱的三官大帝来求开恩下罪，
有因果病业力的囡仔，为什么细汉的这么歹？哦，爸母在听，在讲的话拢完全听不进去。这个囡仔劣根很多，因为他有很多的业障在障碍着他，所以他的人格无法度犯这个智慧。所以你甲讲，你讲东边也走西边啦，会反方向的走。这个囡仔现在无神经，是因为伊前因并后业，前因无消，后业搁来啊。所以一直地输这个囡仔智慧门未开啦吼。这个囡仔智慧门若未开，他会怎么样？他会在原来的路本来走得很顺哦，但是到最后他为什么越走越不顺？是因为伊自我放弃了，没有信心啦，无信心，自我放弃。那么你自我放弃，伊就无法度人格定位。你搁会读个大学也好啦，吼，你关伫个啥？读个大学，你去关伫个，互咱所以咧讲个，啊，就读个大学啊，那去关伫个小病院，因为他没有自信去社会跟人家怎么样，抢一碗饭吃，自尊心太强的人，你要去公司吃头路啦，只要人家你嫌一句啊，啊，你就退档啊。人家嫌一句啊，你就提出来啊！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当困了早早，哎，搁教学历的呢，吼、哦，啊，搁再有留学的呢？为啥这囡仔抗压性这么歹？这个孩子的抗压性歹的自尊心太强，会当互娱乐，袂当互嫌的囡仔。啊，你讲社会哪有迄个敢若敢若专甲你娱乐的？啊，你都无做，甲计得甲行家娱乐，人是要安怎甲你娱乐？那么无甲你娱乐，无掌声。你这个孩子就会慢慢慢慢的为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他就会离开社会啊！你讲哟，他个破书了，啊那等下在厝关呢，无再去吃头路。他书读的越多，他越没有自信，因为他书读的太多，他肩膀的压力太大，因为咱大家对伊的期许太多了。啊，读个遮济啊吼，啊，册你也读遮济，啊，那甲恁爸母开遮济钱啊，你即马你出去一定啊足有成就诶，所以你甲期待诶期待了伤悬，但是他没办法照着你的方式，照着你的需要，因为读书有时候是许多人为了炫耀自己啊，让孩子去读书，但是这个孩子的读书他不用于他本身，这些人做爸母的责任，唔是干那开钱就好了。这个孩子的人格他没有在那么高的地方，你不要一直往上逼他，然后高处不胜寒，你给他堆到最高处他下不来了，他、啊、下不来了怎么办？暖给你看而已嘛，暖给你看，他会避开社会，而且他也不想跟人家讲话啊，一讲话的时候就哎呦啊，他较熟书，他较朴书啊，他讲话哪哪囡仔嘞，因为伊个灵地已经是安怎，已经他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他的心门没有打开，他也不接受外面的一切所有的好的资讯，他都不要了，那就变成一个了，比一个读国民学校较惨啊呢。所以咱通咧栽培囡仔读册，送去外国啦，送去倒位啦，会记哩啊。你爱看情形啊，唔是送伊就好啊。迄有诶送伊转来，才怎啊变无路用囡啊？为什么？因为他读书毕业了，他的光环已经挂在那边，但是实质社会没有给他，没有给他能够发挥的地方也有啦。还有他本身呢，抗压性又不够，我们对他的期待又太多。啊，你讲这是爸母的唔对，囡仔唔对，还是国家社会唔对？所以咱即马要研究人类啦吼，你要研究人类里面的罗盘到底放在哪里，他心里面的罗盘放在哪里？你不知道他的罗盘放在哪里，你要抵这个囡仔哟！我跟你讲，一百个难呢、啊，你有法度突破一个九十九个难呢、啊，才能够进入他的心理世界啊！啊，这种代志神要哪个做？真的，神变神了吼！所以咱晋江头这书记咧问我讲吼，梅香书记。人讲吼，会当三花古典光灿灿，五气雕元热烘烘呢。啊，你即马咧加单刀咧吼，啊，你唔敢讲吼，要安怎会当三花聚顶？啊，我就感觉真好笑咧吼。人讲有阴阳两类气啦，吼、哦，有气有阳啦、啊，
就是有阴有阳嘛，有刚有武嘛。哦，这个这类的这个气要安怎去合一？那讲慧根者即玄关呀，又为三花古顶宫内采大药，过后呢三关慧根发现新鲜，由此将精炼足，金光三现嘛，智慧一生思巧，人才会当得仙。人要安怎做仙？人生得呀，两气归一，上升于泥丸宫呢，下降。咱就讲下降行灰凉啦，骨灵服水好，良好气在心尊坎，故为水好；法灵在心为理嘛，故为灰凉。命者真由人性命气，人之强壮；性者真气，辅导者众生之学。但世间人，你看我都，咱咧讲降灰凉，吼、哦。啊，人讲水火相济啦，吼、哦！既然气在心为坎嘛，故为水火。那咱今日要伫这个心火内底，在心为理嘛，故为火凉。命者真由人性，命气连伫强壮，性者真气，你才有法度定生。啊，这个知学又搁为对去，要哪去降火凉？吼、哦，要哪去生水火？这个良火要哪相济？咱研究先天的，咱袂当无考量咱后天的人的特质啊！啊，你也要研究先天的，你无考量你后天人的特质啊！人讲奥秘，道不能离开四大原理啊！现在讲道袂当离开四大原理，正机学所谓的三乘大法，三元明基顺嘛，一特理、心理、生理、义理，为定。吼、哦，咱伫讲定如风火现其用嘛，小周天大周至于无极，内底面你对机缘脱生，你要哪去找其真？哦，这足深的呢，好深奥呢。所谓三乘大法三元，你爱知影伊的原来的原理，头伫对嘛，尾伫对嘛。吼、哦，咱今日道理咧讲的，包括哲学、心理学、生理学、义理学。要研究天地，不能无考虑咱人的特质呢。唔是每一个人拢讲要来学道，伊就有法度学呢。吼、哦，啊，唔是每一个人讲要来吼、哦、三花古顶讲灿灿，伊就有法度呢。吼、哦，要五气调元日红红，伊就有法度呢。咱爱研究咱的先天，你要去考量这个人的特质啦，对不？所以讲，都不能离开四大元素嘛。你的特理、心理、生理、义理，你拢无了解的时阵，你要安怎去静坐解脱生死？啊，所以讲吼，每想若讲愈深的时阵吼，咱就足侪人讲听甲无啥啥。其实我读国民学校毕业的尔，哦，啊，伊若要讲，伊就一直讲，哦，啊，一直讲，一直讲，我嘛停不下来了吼、哦。那是先天给我的东西，啊，我也没办法。但是你说要讲得很白。讲啊，简单的就是你准备好了没有？你有那种特质没有？你有那种愿力没有？你有没有能够舍掉一切你想、你已经有的，你要把它舍掉，你才能够进入道呢？啊，你也要搁穿金戴银，要搁食好困好，啊，要搁困碗碗，你敢讲你要修行？人讲无修无孝行，愈修愈孝行呢？来，今日呢吼，咱讲啊讲呢，就无得讲啊到这。来给我们做一个回向一下，我们今天说过一切功德，我们说兄弟姊妹岁岁安稳，充欢喜，消完戒业，心清净，身体健康，灾难除，家安如意，事业顺，得主合正，功名成，所求事项皆如愿，身蒙超生，转安乐，法界众生得离苦，一切愿众生因今世会开佛门莲，无量寿佛太上感应，无量慈悲，感恩无量，无量感恩。那节目就到这，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Thank you.